现在完成，助我们北山道。 大家好，我认输。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我要赶紧记下来。时间不多了。 别害我分心，在暗影里会冷。 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 放出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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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出
我的耐心有限，怎么办？时间紧迫，我的耐心有限。超载完成，主文被杀到。龙王啊，我会成为保护你的龙吟。
不堪一击。一血献金，重获新生。此前殿死，你打败我了。什么看守者，又逛海来。来个简单的法术应该有用。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我想想，我想想，你的心灵不属于你自己。傀儡，跳啊！我想想，来个简单的法术应该有用。
沼泽干涸了，但驯湖还有水。玩得不错。饰品的力量，快点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你的心灵不属于你自己。傀儡，跳啊！这么多的选择。
一柄八五零。快点！上了上了！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我要赶紧记下来。结束了，你赢了。一柄八五零，嘎嘣噜嘴，口口噜嘴，赶紧跳出来！混一柄八五零。不多了，尝尝我的厉害。我认输了。
说一遍吗？我要赶紧记下来。必须阻止腐化。
的梦境就是你的梦魇。你一定要读。敢狡辩了，事情就多了。尝尝我的厉害。去图书馆找书。再说一遍吗？时间淹死。赶紧记下来，尝尝我的刀剑。别害我，直接电死。来我身边。尝尝我的刀剑。
见死！再说一遍，我要赶紧记下来。你可以再说一遍，我要赶紧记下来。的复活方法。
书馆找书。这就叫医疗道具。我的厉害！